那是买法法，银行卡方便有啊。嗯。等下把我卡电话给伊哦，你懂没？总教练。我今天没有，先卡哦，林月平姐。来，我要吃龟下巴来，一公斤装的哦，要卖你400五哦，一包哦，真的很漂亮，这是它的肉，哦，啊这边是它的下巴的形状，安尼看得出来啊、哦，这龟下巴一包一公斤，卖袂得四百，卖袂得四百五，台币价开400。 来三百块了，这人买一包，倒来你嘛买伤一包，一包吃完七千吃完，再过来买一公斤的龟下巴，卖你400，卖你300，还要考虑啊。我昨天真正是一公斤装的啦，我不过袂当甲拆开卖你，规气规包袂甲烧的，伊还够的。哎，一公斤龟下巴300是买不到的，伊还白，伊还五。 两百块来，龟下巴一公斤，听好。大家都在睡觉。两百块呢？两百块，真的是疯了。一包一公斤卖你们200块。来，两百块龟下巴，各有人无要点吗？两百块拢有啊，你上，蛤蟆蛋子嘞。虽然人是说看一下，蛋子我包好，我就给你啊。别啦，别搞，伊难收啊，七八点啊就好啊。哦，来好啊，要吃啥的你紧讲。一包200块，你们还在考虑啊？先收起来吧。哎，别讲吃，还是今嘛先真正你搞好客气好。来，要吃田园虾饼，足够无标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虾饼，真的好吃，好乖。啊，要叫两个小姐嘛？我想说，都已经有人问我在叫嘞。 我看贵就贵，你讲要做事，来，有要吃田园虾饼，坐下来，坐到11点，等于10块，3块，就啦10块，歹势做无多拍，坐无就3块，无差袂，5块一包。今仔日啊，等于蒸，等于炒，等于烘，凊彩煮，凊彩好食，200块，一百块来田园虾饼。对啊，这是很久没有卖的产品了，啊，但是真的很好吃，这是我们的虾卷，花枝卷的公司做的，锦家好食，100块，哇。 我无讲几块，你阁唔爱饮钱的款，要6块哦，恁好无？OK，明峰。7块啦，8块啦。等一下等你哦。10块好得，100块田园虾饼，我带个帅哥妹娘。两个。我阁加4块哦，来7块好得，100块来，一个人拿14片给他们，吃欢喜。田园虾饼阁有人要吃无？三个。7块呢？帅哥也要。啊，你真正差4块就对啦。哎哦，你等你讲诶。10块，等一下，讲加4块，才会等一下对啊。好，安尼我了解，我谢谢你。感谢您啊。 好，还要吃龙鳕鱼啦。哦，今仔只餐车咧用的呢，这铁板烧咧用的，铁板烧不放真贵的，你只，它是切一半，下去煎给你吃而已。一半多少？1半80块，记得蒸开8了。你袂使后边讲，人个铁板烧是店面，一定爱摊钱。来，卖讲这块吼，分钱要变8吧。来，3块4块5块，来，给你400嘛，300块就这边来龙鳕鱼，只有这一箱。 不好意思，没有第二箱了，后边有，后边有没有手机？我本来准备看换，较袂讲，哎，就客气，我就爱较袂咩啊。不要500哦，来300块，就这边来龙鳕鱼，来3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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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40，340，450，450，5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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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
是桃园的客人。哎，哈，无买着哈，明仔载看有无哈？唔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真正俗啊！一个全部五十，你去等于真真脆脆，拢好食无吃啊！表一个过来，来两百块啊！一二三四个客人吃，一个全部三十块，我嘛唔知你咧干啥啦。两百块这把非常的油哦，做好食，打折都好食，够好整哦！啊，你要用吹动的嘛可以，来两百块最后一个人给龙泉里面了，两百块最后一个客人，不会看你阿客出来啊！来两百块龙泉咩料未？龙泉鱼。哎呦，还佫剩一个无买伊哦，啥物人买无够的，啥物人买一箱无够的，有无？还有人买一箱无够的来，你相信我，若胖的对，一罐免五百，一罐四百，有买到我来三百块我来，三百块你已经买一份了，这一份你冰得下的来三百块我来，哇，听无意思，叫你变美瑞，帅哥你嘛变美瑞，小姐啊，安尼啦，三百块啦，恁有买到有无？拢互恁啊，等下买袂吃啊，起送爸爸妈妈吃就好啦。不是500，你要买一盘，来300块了了的无啦。来，啊要吃铁板鲑鱼啦，这是真正铁板烧类型的搞多。哦，真的好吃，刚才我卖过一次了，两个客人而已。卖1000，卖开800，来500块啊都。
那大碟铁板粿鱼啊，不是碎碟铁板粿鱼啊。来500块来，我讲啊，规矩安尼啦。他多吼，我花费一摆啊，我知恁在想啥啦。规矩安尼，免500大，你也免无搞个咩？开400，来300块啊，招一个人给价来300块。铁板粿鱼300块，这一顿百二啊，恁是300是在想啥？在讲咩啊？来300不让给几啊？这两三来三个咩都。来300块来，招一个人给价这大碟哈，我还讲过啊，这不是水碟啊。来最后两位了，铁板粿鱼300块，有人买来无？300块，人大大买500，恁买300呢？今天啊，我是今日平无路啦，甲甲来讲提价啊，无我无可能卖300。鲑鱼这贵的鱼啊，我卖恁500都伤俗去啊。来，啊，搁要吃啥？卡拉鸡腿堡。哎，恁有点啥物物件？我无甲恁卖掉，恁甲我去甲我讲好好来。这是原味的，这不会辣。这艺术属于俺家吃的啦，不怕吃的，不坑该怕吃。这来都有十片，里面有十片，1.2公斤吧，还是1.4公斤？我忘了哦。来，有要吃啊，一人一包，免500，免400，规包拢给你哦。开300块，你就买无5袋，啊，不你老好，我买5袋啦。只十袋啊，你可以等去煎，可以等汤去炸锅，真正好吃。来200块啊，等一人一包，没有骨头了，卡拉鸡腿堡，200块，真的好吃，200块。这是不辣的，这不会辣的，这是原味的。来，200块拢买了没？啊，多一个人吃卡拉鸡腿堡哦，你是拢无童年。快点啊，你买家对。我有知道你的，你过，我有知道你的佛跳墙。再来过餐车大。我有知道你的佛跳墙，好吃啊。你吃过吗？我有知道你的佛跳墙，好吃。来，阿妹吃龟头来。哇，阿妹家包好唔好啊？好。我春鱼粉300块你还无啊？有鱿鱼粉，阿根廷鱿鱼。他讲的是我讲的，他讲的。你今天写鸡肉上，鱿鱼的鱿鱼，鱿鱼阿根廷鱿鱼，就搞加阿根廷的，你说不要加加拿大。老阿妹吃龟头，上面加来300。我讲的。姐妹的300块来，今天不用龟头。还来300块来，三八，可以对吧？这两只500买无的，我买300，上面煮龟头的，不用剁了，我去你解冻，切下去就好了。冷掉不？来200块来，叫姐妹来一头，200，姐妹都贵一头200块，冷掉不怪你哦。好，安尼这时间恁可能困中头，啊，去清醒，别紧哦，恁困一下，困一下。来，阿玲，搁要来啥来？老实说，你卖惊啊，价钱上来我卖，那价点上没上？还有没有人点？没有人点，我请光人听嘛。来，蛤蟆多上面，蛤蟆老婆是很讨厌做家事。来，小姐这边一把就是200。啊，我觉得还好，大哥来列了，谢谢。来，干杯说话，小客户换了。我简单的，我别得，贵贵头，困难。边做家事边想。来，这个是田园虾饼，觉得还蛮疗愈的啊。来，虾饼上来上来，来，五个呢，就五个。来，虾饼来，小姐这里。你看直播留言就好，你看这边。来，阿妹吃干杯，来500块啊，哥。哦，干杯，老弟，欢迎啊。一点一加，你就看点出来是 YouTube 比较多。来，这是原干杯哦，不要生吃哦，一定要煮过。哇，用煎的、用烤的、用煮的都可以，1包500公克哦，将近1斤重，2盒就是1000公克，要卖你1公斤，要卖你800，要卖700、600都不用，2K 啊，好吧，一杯杯对吧？2K 啊，做一杯哦，不是1K 啊，听好哦，来300块啊，干杯300块来，不是1盒，是2盒给你干杯，上面讲干杯，我卖掉，拢卖掉，拢干完啦，来哦，谢谢。几个打哈哈，等下你们就上。来回几百卖300，回几百变200块。列杰加列杰，多少钱啊？3.5块，3.7块。用煎的，用炸的，几百块。这几乎哦，来搞阿妹，也是在浪费。每个人都会买这个，因为它好吃又便宜，不用200了，一个人10天给你100块，来700块啊。回几百，700块来花枝牌，有人喜欢吃吗？喜欢吃的一起来吧，来700块啊，都有几个炸鸡卖完鱼啊，最后接了，下次就来700块用煎的气炸锅都可以哈，来100块而已，花枝牌，来700块花枝牌，先牌，不会，来700块，都有三毛买着几年啊，他定他定得，来700块来，都双倍两倍，回几百。七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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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下底拢留意哦，看好哦。来200块，我一个买啊，还有三百只无？200块来三个价了，不容易呢，唔免等啊，来买300，来200块得。即安尼卖你200呢，唔是300，唔是500，是200块来，200块，三个客人通通带回家吧。来，唔免300，来200块，今日都有三百只留意回来，200块得。来，最后两位咯，可爱鱿鱼。来200块，各有三百只，可爱鱿鱼。我知道是你做的、啊，因为我还没吃的时候。听人家安尼有心思哦，无你搞风，你看你卖吃三百斤啊。我弟就说是那个，来啦，红队，来啦，红队，来啦，三五六啊，不过今年在那里困。来四只呀，好来，我先要带四只哈，这大只啊，这细只啊，这几只你办到，吃几尾？爱600块以上，很大只哦。500你吃无几只？哦，爱600以上才吃几只？这大只哦。来，有要吃的来，一杯卖讲卖你600，卖讲卖你500，卖讲卖你400、300，200块都有红底，这个已经全熟了，你去加热就好了。它叫普烧比目鱼，餐厅板凳类用的，这人一只，只能三四只尔，钱起码给你100块，100块来。100块。红底普烧比目鱼，它没有刺的，中间的骨头而已，不用怀疑了。来100块两。外面。我看它切头嘛，咪100，切背嘛咪100，尾尾卖你100嘞。来，最后一只，无啊，收起来，谢谢。我讲拜托你卖，真的要没了、喔。来，卖他几年？真的要没了、喔。你要再搁卖来无啊？我跟你讲真的，我根本没有骗你吧？我上礼拜就说他快没了。大中国，上礼拜就说普烧比目鱼快没了。买头甲捧来好吧？买头甲捧来，我吃，我要吃买头啊。不接接啊？对对对对。哦，你冇白走啦，我拄仔明明看你伫遐。是我伫咧，你问你，问你。来，要吃白带，卖要1000，卖开800，来300块，300块来白带是中块哦，不是油带，油带吼你袂晓蒸就歹食，白带安怎蒸就好食？来，吃7块，1块70块啊，加袂死啊狗啊，来8块，免500，来300块来，少一个人去吃白带，300块，啥物吃白带？有人要金钱哦，来300，多少块？刚够你吃？正常的，旁边咧蒸。对，几块七十块来行路吃，来200块呢，五个人去买，别多来中国，免300来200块，弄做咩啊？吼，来感谢您来，来你买几份？几份得？来别多来200块中国，来200块不要怀疑啦，等一下就是300了，你看不到我卖200的了，来大哥200块，来别多来200块，哎呀别，来200块来买吃别多来嘛。比目鱼龙中没了哈，比目鱼会比较快没有。后来阿别考考我，这一箱到两箱，阿妈多无买着哟，好无买着，但我去上一卖哈。还可以的，还可以撑着。我话要你食药，客厅外马紧，遐黑马紧啊，来爱食马头的来。是啊，我爱讲，我爱敬啊，好不好？杨子君，你别对人家敬啊，真的，因为很少有。你叫我敬，我会记啊。豆干，卖敬啦吼！我爱讲，我做什么敬大只的卖伊，啊，我要叫伊规盘卖伊，唔知干袂？干啦！免千八，免千七，千六、1500，你绝对买无这盘，这盘10斤哦。对啊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要卖多少钱？1499，特价。到十九尾买1400、1200啊，都几块拢可以。哦，全部拢可以，全部都给他。你要装成几袋啊，姐？没，用包成个落去。来好啊，要吃哪位来？来大热狗呀，好来大热狗来。哇，上礼拜很多人没有买到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一包10条，真的好吃。这是我们有卖过了，我们有卖过了，我们以前有卖过的了，嗯。一条来话，这一条你来买，差不多30块。那10条来买300块，你怎么做啊？这个就煎一下而已啊，又没有皮薄，又没有干枯。哦，来，我们再来6包的，又包价了。这样开300杯，来200块来，大热狗3杯价，6个客人，让你们大家吃得到，好不好？来700块完，100块来，1包200唔买卖，你100呢？6包呢？今日经营起来，大热狗100块来，来弟弟啊。来100块来，今日大热狗卖3个好，那我就收起来了。嘿，结果唔免收尾啊，真后悔啊！来大热狗100块都有了哈，啊，谢谢你们。来，好，阿哥要吃啥物？大热狗就是肉做的，香肠就是香肉。哇，弄啥物代志？都要加一包呢，吼，来来来。咱大阿公都要加一包啦，来。柠檬香茅鸡腿排，1234个客人而已，赶快拿钱来，200给我来。一个给我。
四个人给你，柠檬小马这么贵了，来两百块的。要杯一个。柠檬小马是它的口味啦，嘿，来啊，给推百是伊的本体啦，来两百块来，真正好吃的。来两百块来，给你给你来，最后两位老柠檬小马，记得买十只啊，这样是十只，要卖四百的，还卖你两百，来两百块来，要吃给推百无？拢做咩了哈？我是我这柠檬出两本了呢，后边袂人加你进来哈，嘿来，哦，阿哥要吃啥来？是呀，你无私心嘛对嘛？来，帅里面见个酒，又好又大只，小胖多宽，我加你看，因为这帅里安尼是正常的。来，一条那钱在两百顶的嘛。你高雄太远了。来，两条你来，三条你来，来给六百，无六百，来我阿王上面吃帅里面五百块，最远的有五百块来的哈。就这金钱，真的不要怀疑，这得搁请你。菲律宾回来，台湾冲过来。阿伯来，规期四地听听，来五条你整五百块的，五百块来鳕鱼，就一个人给吃。帅你第二摆啊，你搁第三摆来，我就叫你慢慢啊。来帅你五百块来，给鳕鱼啊，三片就不止五百了啦。哎，人家今天帅你足高的，足重的呢。来五百块，好要去生活阁免掉的。来五百，阁有啥物吃帅你的，给你五百块都买到了吗？好来，谢谢，虾单都过来哦。哦，虾来。现在卖俾五百，现在开四百、三百块拢卖啦，一人抽两百块完咯，两百块来。我永远现在就是卖恁两百尔，除非你家买较大只的。那像这我拢卖抽恁两百，啊恁若爱吃的，加买两份啊。加六个人加买，加五个人加吃，加四个人加买都拢做好恁咯。海白做水呢，做青呢。来两百块来，最后两位了，海白虾两百块，还有人需要吗？大声要一份哦。来两百块，给你，你吃虾来，动作快来。冷巴冷巴冷巴，多少海贝啊？阿哥来个假药，拍人潮哎！两百块，通通买到了吗？海贝冷巴冷巴，五四三二，好，谢谢。三个，来四个客人来，他那边叫伊进行一下。伊安尼是一、两、三、四个人给，互你进行一下哈。有一圈一包一公斤，大车不是小车咧，车咧，拢通行中国，一包就爱冷巴来，有要吃开三百块呢。两包哩，两个人加精神好，我话第四个人加啊，两个人加精神好，唔免四百三百，我讲真诶，本钱都无可能安尼啊！我话恁是只砍掉扣掉，来两百块啊！两百块，有一千啦，两百块，都有了哈，好，都买到了哈，来两百块，哦，好恐怖哦！弟弟要新产品吗？东坡肉要不要？老师诶，一包的两百，分两包，来有一千两百块，最后一位，有一颗两百块，我开车拍球，今日浪费了。是啊，但我发一张火链给你。你那里大卖，不过你那时候吼，那边空气太差，我受惊。他的东西，他的产品大概有东坡肉，东坡肉大概有，可能有超过五百种。啊，今天大香肠我就没接了。嘿，厉害物件，给给嘛。然后这个蒲烧鳗超好吃。来，我们讲这个古早味紫霞卷，没有我资料。今天你们看的是最后一箱了。哦，今天你快想不要行吗？一包啊？没有，应该是无啊，无啊，几十包呢？来，我们接下来两包一公斤，用煎的、用烤的、用炸的，气炸锅拢装好吃。冷包一公斤哦，赤小腿就是小鸡腿啦，啊，它是腌那个古早味的口味，古早味就是类似 BBQ 的口味，做好吃，做胖的别香。来，冷包一下，我冷包都。这种三十个人给，我们大概一百块啊，一百块来。古早味是啥？哎，给他卖花啦。我恁知我咧卖啥啥啊？你看清楚听。用电话加来。一百块来，最后一个人给，我是真正卖一百，没有人计较。我这一位是两百。啊，计较好吃，后桌后礼拜嘛无看到伊啊，嘛未看到伊啊，因为无回来。来一百块，最后一个人给。古早味是啥？很好吃呢。对了，好，谢谢大家了。你要考虑了，来东坡肉来，一一二，他来恭敬经验啊，用这个电话去加来，餐厅的用的啊，用这个电话去加来，超级好吃啊！你唔捌食过东坡肉像这地安尼，哦，绵绵真正松，真正好吃。来，这人一地啊，啊，你后尾几地哈？跟你讲，这个超好吃，这地你去餐厅吃，我讲无六百来，我真的哦，他刚给你下面给你铺白菜而已，好少好少，我就这一片加了放下去，这样可以要买。你吃到会嫌贵未？你吃到你讲哦，有价值，一定真正好吃，因为我有吃到，所以我敢讲。我嘛无地哦。你无吃，你无买到这地，你真正唔知啥物叫人间美味东坡肉。来，这地唔免六百，这地卖五百、七百、三百，你都买买的来几啊块？哦，一人一块，两百五就好了。真的啊，真正好吃，来谢谢。没人懂
你看那世界底啊，安尼你感觉无简单哦。你去餐厅吃着，你就知我袂。你偌俗啊啦！真个。你拢唔知影你。来，普上卖1000块，谁要吃的？来一袋，安尼400块，一只可以一个大只。来1000块，谁要吃普上卖的？一起来了。1000块，一家、两家、三家、四家拢给你啊！来1000，一个变多，一家搁你啊！对，来1000块，来普三万，1000块拢准备了哈！哦，你今日做两位，我的时间你看，来，啊你做啥？龙凤腿，你是啥？龙凤腿，龙凤腿，去啦，龙凤腿，一比一扁，头有30几啊。